衣服可能都还是素色为主吧，而且都是可能都是比较适合我这年纪穿的运动服、牛仔裤、衬衣这样的，舒服一点的。平常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买的时尚单品？男生可能对鞋子比较感兴趣一点，我之前很喜欢 AJ，然后我一直算是比较熟悉 AJ， 然后后来是有别的新款的，然后一些鞋子，我是比较喜欢鞋子的。那旅行的话，你喜欢一个人还是和朋友啊、家人在一起？我一般喜欢一个人，或者说跟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人比较少一点。因为我是出门玩，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不会说提前有计划，就是说自己比较随心，所以说可能自己一个人出去比较自由一点。因为之前我现在开始健身了，因为之前减肥减过火，瘦的有点多，然后现在是在算是在一边健身，然后一边恢复饮食。以后有没有特别想？还蛮多的，因为我是一个新人，对我是一个新人，我就觉得说，不希望大家在我刚刚开始拍戏的时候就对我有一个很固定的印象，所以说我接下来的戏都是不一样的，古装戏，然后战争戏。然后年代戏都是不一样的角色和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和风格的角色，我是想都试试，反正刚刚开始拍嘛，新人，然后也不怕犯什么错。如果要送女性朋友礼物的话，你会送吗？我是觉得送礼物是这样，就是看年纪，不就是年纪和你和他的年纪和他的关系不一样，然后送就不一样。像我前段时间我工作的时候，我送我妈妈的就是去给我妈妈买的围巾，然后给我姐姐的话是买的是香水，然后送给我姐姐的是香水还有钱包。然后像娜娜这样，因为娜娜可能比较年纪小一点嘛，我觉得像香水吧，就是味道淡一点的香水会比较好。就是送不一样的女生，然后不一样年纪啊，然后不一样关系的女生，其实礼物也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因人而异吧。那你平常会用香水吗？其实我用香水，我之前用大概高一高二那段时间，就是正是男生最臭美的时候，就那时候天天就是在捯饬自己的发型，然后捯饬自己的穿衣服什么的，然后就那时候开始，我们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个班的男孩就开始流行起来用香水，而且每次就是不是那种喷一下，然后就可能平时喷香水可能就正常男生喷香水就两下左右，我们那时候就疯狂的喷，就恨不得出门之后喷十几下，然后身上那个味儿能把旁边人都熏死。现在看不一样的场合，有一些可能相对比较正式一些的场合的话会用一点，但也不太多，就是淡淡的。我提到这个香水，你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关键词是什么？我觉得是年轻，因为 Chanel 5大家都知道它之前的香水的味道会其实会浓郁一点，可能是比较适合，可能在我看来是职场的女性，可能相对成熟一点的女性，但这次香水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淡，你闻到这个香水之后，其实你第一个你觉得它适应的人群其实是很年轻很有活力的那样的女孩，你闻到这个香水的味道的时候你就觉得是这样子。给我们演示一下你平常怎么喷？男生喷香水，因为我不太清楚女生喷香水，男生我一般喷香水可能我现在就不喷了，因为这是女士香水，这手腕然后涂一下之后擦在耳后，然后不直接往身上喷，可能会往天上喷两下之后走进去，然后让味道可能相对这样会更身上可能味道会淡一些，而且就不会说你喷在一个部位的话可能这里的味道会非常浓，就往天上两下然后走进去。那你高中很废啊，那不是很浓吗？对，所以说那时候香水就平时香水可能一瓶香水都能用很久，高中的时候恨不得就是一瓶香水，而且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几人共用一瓶，就没有，就是那时候就看觉得突然觉得谁买瓶香水，然后大家男生觉得说啊、哦、好好闻，然后就是有时候就会偷偷的去打开他柜子然后拿出来开始用，然后可能有时候你就闻见班里四五个男生身上味道是一样的，会那时候可能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喷香水会觉得。那时候比较会可能幼稚的想法，觉得啊喷香水是比较成熟比较有魅，但那时候喷的很多很浓，后来可能那时候女孩都说就很嫌弃，就觉得你们说一个就像炸弹一样。然后有一次特别逗，那次就因为有时候买香水都会送那种小瓶的那种附赠品，就那时候有那样的那种小瓶，然后就放在书包里，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学舞蹈，然后我们背的书包都是那种
像是布袋子一样把舞蹈服装在里面，把香水装在里面，然后我们男生也就大大咧咧的，然后有时候就啪就把包往地上一扔，就上完专业课去上文化课教室，然后包就往地上一扔，啪，整个教室就是香水在里面碎掉，然后整个教室都没法上课了。如果用一种食物可以变成香水的话，你会选什么食物？奶油。对，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味道，结果我觉得它可能它是我觉得算是最接近人体自然香气的一点点那样的淡淡的那种奶香奶油的那种香味，我觉得是最接近人体的味道，然后就最接近人体香的味道，而且闻起来会很舒服，那样的味道淡淡的话不会让你，就是有的人可能会对某种花的味道过敏，但是基本没有人会对奶油的味道过敏。送的第一瓶香水送给谁？送的第一瓶香水好像还真不是，是送给我一个特别好一哥们儿，他过生日，对，高中的时候他过生日，然后买了一瓶香水送给他了，还真不是我姐姐。